威霆沙发床，安装教程，拆卸原车中后排座椅。拆卸尾门踏板，拆卸原车轨道螺丝，取下四根轨道和地毯，使用沙发床支架对上原车三孔位固定，根据图示接入电源线束，抬上沙发床并螺丝固定好，接上电源测试沙发床功能是否正常即可。